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啾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啾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啾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十八集，小呆呆荣誉之王。只要我一按按钮，那个小笨蛋就会被炸成灰了。不要啊！你干什么？看看你身后。你们两个跑得可真快呀！我想问一下，我去把炸药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快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嗨 ，hello！ 太好了，他终于走了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为什么炸药还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我忘了拿炸药了。不好了！我说了，玩炸药很危险的。救命啊！救命！不要再折磨我了！我没有折磨你们呀。跑得真快！小猪猪，你看，荣誉商店发生了爆炸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什么人这么黑呀？小猪猪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你快看，是荣誉铠甲的主人。小丹丹。猪猪侠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丹丹，你竟然解开了荣誉铠甲的封印呢！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穿在我的身上。不过穿上它以后，我感觉身体变轻了，还能飞起来呢。以后打扫天花板就容易了。喂。这可是拥有最强远程攻击力的荣誉铠甲，用它来打扫卫生，你也太浪费了吧！哎呀，爆火骑士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这么糟蹋他亲手打造的装备，一定被你气死了。爆火骑士不是500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怎么还会被我气死呢？人家愿意死两次，你管得着吗？菲菲，你快看，荣誉铠甲可是用来自天外的流星铁打造的，这种金属是我们童话世界没有的。好火爆的金属啊，碰下感觉很烫手。烫手吗？我没有感觉到烫。那是因为你是他的主人，所以他不会伤害你。嘿，你们看，这好像是白雪王国的直升机，他们也被爆炸吸引过来了。穿着这件铠甲扫地，真开心呀，真开心！大家好，我是波音王子
今天是白雪王国颁发最高荣誉勋章的大日子，到底谁是最高荣誉勋章的得主呢？现在颁发典礼即将开始。老大，你看那小子傻呆呆的，怎么会是荣誉铠甲的主人呢？他们没搞错吧？哼，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，也是个拖后腿的超级菜鸟。小呆呆，先不要扫了，到这边来。白雪国王陛下，为什么不让我扫地呢？难道是让我擦桌子吗？不是，我现在要给你颁发白雪王国的最高荣誉勋章。国王陛下，最高荣誉勋章那是什么？是可以吃的吗？老大，你这么牛，都从来没有得过勋章啊！他一个傻小子却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，这不明摆着说你不如一个傻子吗？哼，你说谁不如傻子？啊，菲菲，你看那样的话，我们肯定也能得到一枚勋章。猪猪侠，你误会了，我给小呆呆颁发最高荣誉勋章，并不是因为他保卫了荣誉圣殿，而是因为他这些年来一直默默地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啊。哎呀，扫地算什么本事啊？荣誉并不只是属于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，像小呆呆这样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奉献的人才是最难得的。要是数年如一日坚持吃棒棒糖，能得到勋章就好了。嗯，小呆呆，恭喜你了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幸福救援队，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哟。幸福救援队是打扫卫生的团队吗？嗯，如果你愿意打扫的话，我们那里有很多下水道可以让你尽情的打扫。好，那我加入你们。欢迎欢迎啊，这是荣誉铠甲的说明书，关于铠甲的使用技巧都写在里面了，现在给你优惠，只卖10块钱。哎呀，以后老师又开始做生意了。哼，波比，幸福救援队以后就靠我们两个，别指望那些菜鸟能够帮上什么忙，我们走。是老大。行了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擦了，别把脸皮都擦破了。哼，我绝不会饶了那个扫地的傻小子。我们没有完成痛苦大魔王交给的任务，他也不会饶了我们。哼，还不都怪你没用吗？连个傻小子都对付不了。哼，你别把什么事都赖到我头上，要是把我惹毛了，我也会吃掉你的。哼，好了好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除掉那个扫地的傻小子。哎呀，那你快想办法了，我最讨厌动脑筋了。想对付一个人，必须先知道他的喜好。那个傻小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扫地。哈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我把全城的垃圾桶都踢翻，让他扫个够，活活累死他。呀，嘿，哈，哈，哈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垃圾桶怎么这么结实？算了，你还是用手把垃圾掏出来吧。啊，用手？哎哎哎哎，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！你别碰我！哎，你别碰我！都怪你，都怪你，让我动手。哎，小呆呆，听说你的荣誉铠甲挺厉害的，一炮就打飞了白蝙蝠伯爵。不如我们两个较量一下，看看谁的铠甲更厉害。我不打架。打架是不对的，不如我们比扫地吧。我
我们不是打架，只是切磋一下而已。小猪猪，铠甲是不分强弱的，只是使用者的能力有高低之分而已。我也不是非要分出个输赢，只是想见识一下荣誉铠甲的威力嘛。不过我们两个比起来，一定是我们希望铠甲更厉害。先生，乱扔垃圾是不对的，请你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。你这个小屁孩竟敢教育我，滚开。你怎么打人呢？别急，这种小事小呆呆可以自己解决的。把垃圾捡起来，滚开。把垃圾捡起来。小呆呆，对他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。为了保护环境卫生，快亮出你的武器吧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荣誉铠甲合体。就很威风哎，快放一炮让我开开眼界。请你把垃圾捡起来。臭小子滚开，拿个玩具想来吓唬我。我好害怕哟，滚开。爆火弹发射。哇，果然很厉害呀。请你把垃圾捡起来。是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怪物！救命啊！你别碰我！我好不容易才擦干净的。都怪你让我动手掏垃圾。谁在乱扔炸弹？是谁又在乱扔炸弹呢？不看不知道，原来是他们。可恶的幸福救援队，我要把他们都吃掉。你为什么要拉着我？先躲起来。是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剩下那个傻小子的时候，你就去吃掉他。真是个好主意。我来